餐唔瞓觉咯，我哋。我快啲啊！哇！个个都要啦，咪。迟早整嘢真系好好食。上次等到凌晨两点，终于钓到我哋嘅目标鱼张红，而且仲越钓越大。跟住又会发生啲咩事呢？本来谂住曝光水四点钟左右出嚟钓，之前瞓一阵，而家都成四点啦。而家到啦几点？3:40啦。钓啊！唔使瞓啦，钓通宵，好钓。而家我哋而家系做咩呢？就钓啲鲤啊！预备朝头早嗰阵啦，耶！有啦，希望上咗嚟先算。好玩啊！而家觉得？我而家觉得好好玩啊！好多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谂。哦。最高几多秒？最高。使唔使再搞？最高。好，你先。卡落去，卡落去系嘛？卡落去啦，真系。诶，你已经中咗啦。上唔到啊！我哋上唔到啊，就系因为我哋上唔到啊。唔系啊，80几。差唔多喎。好，拍個 angle 先，勁啊勁啊！我哋咧，因為嗰啲花膠池一定要喺管理箱養，我哋留翻啱啱嗰條放落去嗰條魚啦，紅眼睛。哎呀，唔好太心急整親啊！好，成功。现在大家都是睡住，可能睡一阵，预备一阵的爆光水。如果你不能睡呢？我们现在怎么钓这条线？如果你钓到这条真的想，真的想到一条鱼，真的不用睡了。这个数字有没有上？有的，刚刚都松松地。你上不到啊，现在。我是这样落回去的。我哋即系得翻个头啊！嗰下得翻个头，好大条噶呢条本来，得翻个头啊！落得。我哋而家个鲤就系用紧池仔，死咗未噶？生噶？其实我哋最初未嚟嘅时候，以前净系接触或者睇人哋玩或者睇片，都系觉得好似打机。佢而家爱上，因为入边真系好多技巧同埋好多方法啊！其实系一个好有趣嘅玩法嚟嘅。可能咬咗，将我啲掹咗啦。咦，中喎，中啊，系喎。好啊，系啊。
班啊班啊！哇，系啊，班嚟嘅。我头先要食你啊，就系佢啦 ，Amy 去咗换电啊，胭脂刀啊！神光水，爆光水已经，爆光水已经过啦，我话完咗啦，已经爆咗一条胭脂刀，爆咗条胭脂刀，系有四五两嘅。我本来想讲瞓醒就食早餐，其实我都冇瞓过，咁所以我而家只系早餐时间。哇，有呢个出前一丁，系啊。有得整，自己整粗嘅，哇不得了啊！呢、這个烧个味多咗，我已经食第二件，真系好好味，我已经食第三件。食完早餐之后，佢而家又黐咗喺度，佢已经冇瞓觉喺度跳，好犀利啊！你系咪依家谂住都瞓觉噶啦？系啊，哇！有橙有西瓜，厨房，所以为我哋准备紧丰富嘅午餐啊！哇，有鸡翼喎，元素花好多心思喺我哋嘅膳食上边，菜都有三款，哇！嗰度仲有一啲。类型嘅蔬菜，谂紧食边个？有咖啡，唔同类型嘅咖啡都有喎，原来。哇！仲有白咖啡，仲有唔同嘅充电设备提供。好，有人成功钓到呢个位嘅第一条歌嚟，而家系要离底三米至四米，咁我哋又睇下系咪啦。而家呢个水深几多啊？144，我哋而家140。咦，好似有啲动静喎。系。我觉得有食你喎。我哋系咪啊？唔系 ，Andy 嚟。假鱼身啦，就系。系啊。我得一个人帮你手啊。呢条粒圆啊，可能。是什么来的？黄尾肉啊，好靓好靓好靓啊！诶，自己放低嚿鱼先。其实呢个位置都好惊噶，好惊啊！嘴系啊，仲系啊，真系爆啊！呢一啲黄尾石发嘅 size 究竟有几重咧？开部机睇下先。好。哎，你好，哎，有啊，睇下唔瞓觉我哋，而家开始，大家一放落去就中鱼啦。Andy， 你咪已经又中咗啦，过嚟，好啊，我哋今日嘅目标鱼啊，我哋未中到啊。你妈真的一个啫，是不是？哇，你妈真的是两条啊！个桶停了先噶，摆低个桶，翻落嗰度。哇，好开心啊，这个size正啊。
即系一放落去就中啦。哇，好似有啲重量喎，今次。大和美食室。头先 Andy 咧起咗孖啦，我觉得呢个有翻啲重量喎。呢个。我想要你帮手起啦。好，我阵间嚟。因为似乎呢条有啲重。我要戴手套。系，你戴定手套先。而家先到90米啊！而家几啊？头先系84米啊！哇，个味道吃到底，然后我想收嘅时候，佢已经食咗啦。哇，好似有啲重量，仲佢仲有啲力啊！哇，好大条喎，吓喎呢个。都唔使嘅。我有啲血嚟。哇！呢条系呢条歌嚟嘅喎，呢条歌你好大条喎，刺身啊呢条，你可以上去啊条鱼，好耐先。诶、欸，有啊！好嘢，好嘢！啊，我见有。玻璃系咪啊？我帮你影下呢条先，呢条唔使行啦。哇！又嚟啦！又嚟啦！头先上一次混乱啦。需要帮手吗？需要鱼童帮手。头先你仲话去处理啲刺身啊？系咯，有一条啫，一条先。惊个嗰个磅绳会唔会掉得太紧，上唔到。哇、哦！上唔到係正常㗎，係啊，好自己係啊，衝嚟嘅其實。好之擔心啊！嗰下喺度，喺度搞。唔搞唔到。得。哦，又有啊！又有啊！其實我哋過嚟太房屋咧，其實已經嗰度好多啦。好多。過嚟好靚，全身都有閃亮嘅粉紅色，同埋帶一啲粉紫色。日文名同英文名都好靚嘅喎，英文就叫做 lavender jawfish。lavender 就即係薰衣草咁樣咧，因為可能紫紫地色。咁日文咧個名字都好靚，叫做基雕 himedai。不過佢唔係鯛魚，其實佢係屬於笛鯛科嚟嘅。成鱼大概有40-50cm 左右啦，咁我哋今次钓到嘅都已经系成鱼啦。而家我哋将啲鱼鼠落去做刺身。得啦。咁要点呢样瓜先？呢个一轮疯狂嘅开口时间，而家系11:11，4:1。我哋今朝钓咗有一条和美石山，6条玻璃，7条我哋今朝钓咗。现在用紧2K 软，重过独木舟嘅捞，用毛巾按住，系因为要将鱼丝慢慢放，保持垂直放到底，避免炒到隔篱。乜嘢唔系运动？我真系运动啊！每一次拎起呢个都系2kg，系2kg，我手臂肯定粗咗。期待个午餐。上。喺度 OK。使唔使帮你手嘅？要啊。OK。真有添。哇！耶！哇！帮佢帮佢。好紧张啊！而家我哋而家换一换位先。好，嗰边有啦。
嗰边有啦。过嚟。过嚟，大嘅。哇！呢只成只玻璃嚟啊，肥玻璃啊！啊！哦。辛苦啦。已经 ready 定咬数啊？咁我咪要好似工厂式咁样咯。系啊，一落去又做啦。咁好啦，好啦，我都系唔食饭先。跟住都系剪噶啦。诶，黄尾。系啊。过嚟。过嚟，大过嚟。哇，真系呢啲越嚟越大条啊！啲过嚟。几大条？几只？哇，好大条啊！啲过嚟。唔使啦，真系好大，系喎得喎。点解我哋咁嘅锅真系好大条啊？而家啲锅嚟，好大条啊！我哋预备整刺身，刺身，刺身好，好，快啲剪，我哋下一个啦。啊！哎，老妈嚟啊！老妈嚟啊！做咩料啫嘛？叫乜嘢啊？换啊！又系你啊！哦，谢，多谢。唔该，佢太新鲜啦。登山嘅时候真系超丰富啊！快啲食饭啊！个个钓鱼唔食饭。泡咗教又唔分饭又唔食喎，我哋经济池仔。苦瓜蛋，哇！好多蔬菜，好正啊！又有雞翼，感謝聯署。而家係一個瘋狂嘅時刻啦，成船人都不停有人中魚。呢、這個就係我哋嘅午餐啊，係咪好精美咧？好幸運啦，又中魚啦，又食飯啦，超豐富啊！我攞好多苦瓜蛋俾你，其實唔係好多，係攞咗一份。好美啊！好感动啊！好唔好食啊？好啊，十分钟。哇，真系好美。联嫂，你系咪已经为我哋预备紧晚餐啊？又系啊。我哋而家系咩啊？挑战究竟几个钟头唔瞓觉？而家我嘅目标鱼片变咗做青鸡鱼啦。喂，呢条都系个唔系？唔系哦。系啦，呢条你钓咁多次。呢条。几耐？咁差唔多到啦。O、okay, K， 好。过嚟系咪？诶，哇，青鸡喎 ，yes， 你整啊？惊唔惊？唔惊啊？唔会惊。得唔得？系咯 ，O K。Okay.慢慢整，你嘅表演啊！放啊，放落去。哇！呢条啊就系青鸡，香港叫佢哋做青鸡，日文叫做稿青雕。士马牙阿大稿喺日文即系条纹，佢哋系生活喺水深100米至300米嗰度嘅。Eric 去咗沖涼，預備休息。我就繼續睇下有冇其他嘅魚種可以釣到。佢啱啱去完沖涼啦，係咪好爽啊？舒服曬。非常之好。你又好啦。好似去送行咁啊！我話要我哋應該24个钟头，我未識你咁耐，都未試過見你唔瞓覺。可想而知呢個旅程幾咁好玩。今次嘅旅程有好多嘅唔同嘅體會。
家人之后再慢慢分享。啱啱船长通知话啲鱼开口啊，真系好啊！其实我已经系起咗身，瞓咗一个钟头，预备执埋啲嘢就出发。哇，已经有好丰富，哇，仲有炸嘢食啊！哇，神奇啊，太夸张啦！真的好夸张，大酒，系啊，唉，系啊，酒家。我哋一边欣赏日落，一边钓鱼。今日个行程系由而家，跟住就会一阵间等夜晚咧，就会等啲花胶池出现，咁我系钓一啲花胶池。聽好好吃，我哋一間要釣翻啲。釣完花膠池之後，我哋就好似尋晚咁樣，會唔會再遇到大怪獸啦？入夜後究竟會發生啲咩事呢？不如休息一下，試下今次釣到嘅部分魚獲先。而家就試下青雞，即係稿青雕。試下先，呢條係青雞魚，今次釣到一條，哇！看落佢嗰啲肉咧，好似已經好似好滑咁，已經睇都睇得出喎，透明咁樣。試下青雞魚先，哇！唔係睇落去好似滑，真係堅滑喎，哇！都唔到咁滑，仲係好甜。啲肉咧係軟綿綿得嚟，帶少少彈口嘅，同埋佢真係好鮮甜啊！你啲肉都係透明。呢个真系超好食喎，呢个咁啱你都蒸得啱啱好啊，啱啱离骨啊！哇，呢个好味，你睇住。跟住就系黄尾石鲨，睇翻资料，其实佢同青鸡都系同科同属，即系笛雕科、若梅雕属，怪不得肉质都一样咁滑啦。副咩嘢咯？哇！你一睇咧，啲肉咧系滑嗰啲肉嚟嘅，你睇。其实而家夹开都知啊，就咁睇都睇到啊。哇，好靓！佢一梳梳嘅啲肉，试下先。好正！哇，超滑！真系呢条鱼咧，我哋称过有两斤啊。有两斤噶呢条？呢条鱼有两斤啊！呢个好滑喎，你见到呢条肉咧，第一梳梳，好滑同好甜喎。哇，一流啊！佢食落去咧。是有口感，有但是系咬落去是松软嘅，同埋好好清甜啊！我呢个好味喎，咁就咁大条都咁滑喎，系咯，好味啊！快试，估唔到喎，真系估唔到。跟住就系哥里啦。啲檸檬汁，十一年前嘅今日，我喺英國食炸魚薯條，啱啱 Facebook 話俾我知，真的嗎？係啊，Jamie Oliver 嗰度，喂。仲好嘢，正啊！平时食嗰啲炸鱼薯条，嗰个鱼味冇咁重嘅，咁但系呢个咧就个鱼味都好浓喎，
但是呢它就有少少蟹啦，但是呢個魚肉都挺好味的，它很煙韌啦，煙韌雞梨是有有魚味的，它不是好，它不是滑那種，但它真的像蛋雞的那種，但它又煙韌一點，好味啊。鱼骨鱼头拿来煲汤，就是用这个汤再煮粥啦。哇，好浓啊这汤。现在切鱼片，鱼块也会很粗的，蒸味似无似啊，加少少胡椒粉先。哇，好甜！玻璃鱼片是不容易散开，啲肉会比较实正。哇，这个粥真系冇得输啊，因为那些粥本身是用鱼汤来煲出来，所以已经是特别鲜甜，再加上其实鱼呢它滤完之后呢，它不像有时一般生滚鱼片粥比较容易散，那些就滑一点，那这个呢个口感呢，就个鱼肉的口感呢就很弹口，很出奇地很弹口，那不是蟹的，吃下去的口感是像什么呢，它是像田雞啊，即是個口感是咬下去呢，那個田雞腿呢咪又是很彈口，但彈口得來呢不是蟹的，那它是這個很有這個感覺，那當然它沒有田雞那種那麼鮮甜啦，不過它都是很清甜的味道，那配埋個粥真的很好吃，那我估不到原來這樣煮咖喱是拿來煮粥，是整魚片粥是非常好吃，推介。这个是什么来的呢？你这个48小时分娩之旅，不要搞我，有没有鸡鸡？好，大家打气中了。